你们来啦。嗯。怎么样？第一场吗？我看你们攀岩馆今天还有活动啊，看起来挺有意思的。这难度系数可不低啊，在登顶的过程中，连续的三次抓手位置要成一条直线，率先登顶者获胜。你这又是从哪儿弄的规则？我只是为你们攀岩增加点乐趣。这看似是冰果的游戏套路，其实啊，是对你们智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。好，你们聊，我去忙了。这个挑战我喜欢，怎么样，于直，敢不敢比比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上一次你桌球赢了他，他肯定要找机会给你点颜色看看吧。是这样，高小姐，如果我赢了你呢，我肯定会得罪你吧？如果我输给你，我不仅会得罪你，你还会鄙视我。这怎么看都是赔本买卖啊！这怎么能说是赔本的买卖呢？我大老远跑过来，你就这样扫我兴啊？要不这样，你呢就不要拒绝他了，你俩就赌一把，比一场，我来做裁判，保证公平公正，怎么样？这个主意好。哎，但是我先说好了啊，于直，你要是输给我了，你就得任我差遣一天，怎么样？敢不敢比？看来不得不比了。那这样，如果我赢了你的话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一言为定。